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，伊咪系举办嘅主视觉嘅发表会。客委会副主席钟孔哲就讲，亚拜发通嘅主视觉系用 Travel to Tomorrow 天公园嘅客家来做主题，特别系讲伊嘅产业、产业、总头、阳光、团圆，特别开用亚条元素，透过客家嘅演活、客家来表现世界客家博览会按多样嘅内涵。请启动。客委会副主委钟孔少老头然是一种藏文产料呢，强行为世界客家博览会主持稿开场。头然是一种藏文产工，头然的下年桥已经有2,800,000人，其中客家的乡亲大概有900,000人。礼拜世界客家博览会到头然来办，希望本大家很客了解客家的未来，未做到本客家文化行业大家的生活度。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世界客家博览会把客家的精神再诠释，不论是语言、工艺、文化、音乐、戏剧、建筑、服饰、美食等等各个面向，从台湾到世界，让大家看到客家的未来。客委会副主委钟孔少讲，一摆老土人是政府嘅合作，盼世界客家博览会就是改用 Travel to Tomorrow 天公园嘅客家做主题，展示客家嘅条牌，香港未来嘅方向。根本呢都呈现出来，问大家看呢，我哋呢，本阴阳里底的，明年有乜嘅大事情发生？明年的多元有乜嘅重要嘅事情？将国际多元人与人中间的多元并行交流，将文化的融合，然后整体来讲，希望它可以走向更年轻化。土生市客家口讲，一摆博览会规划两台主展馆，落七只副展馆，将客家音乐、文学、用品、工艺、美食列掉，落客家界海外文化，落杰出嘅人才，用5G科技嘅技术，到土生请见本大家来了解，为世界客家博览会有彩体、有国际、又有科技感。到时为将客家变作台湾的特色，韩国共融。客家新闻罗文塔突然报道。